好久没有给家人们，就是看我们新基地建设的进展，今天给大家看一下。现在新基地这边在起围墙，围墙的话我起的是70个高的根基，70个高之后，然后上面再搞1.5米的那个铁的护栏。围墙的话明天一天就起来了，起来就剩上面的铁护栏了，完了把场地里面硬化一下。这就是现在新基地的进展，屋子里面在刮大白，再带大家过去看一下屋子里面刮的大白，就是整个屋子里面都刮成了白色的，亮堂。我带大家过去看一下，看这是围墙，然后那个是大门洞，这是屋子里面，然后刮了一层大白，每间屋子里面先从狗狗这边开始，现在还趁把地砖铺上去，灯插口，玻璃的话已经回来了，卸的不是。这就是刮完大白的样子，看还是很漂亮的，刮出来之后。